好看了吧！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你们出场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吸了。真的，我觉得你们几位真的做到一个事情，是我们就是这个节目的王牌。而且我觉得大家做到了，不只是努力，是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才能做到。谢谢老师。이팀은그냥바로데뷔해도될것같아요칭찬해줄게너무많아요저는아울리가저세장에갇혀서여러분들이그어떤세장을표현하면서시작하는부분이너무입체감이있어서좋았어요그리고다섯명이자신감이있어서너무좋았습니다아울리가진짜연습을열심히하나봐요네열심히연습했어요 네날이갈수록점점늘어가요그리고저세장안했을때이렇게늑대를표현했잖아요그것도너무좋았습니다어떤이렇게나만의자신감을표출하는그런느낌이어서좋았어요감사합니다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问欧里啊一直以来你自己都是王牌中的王牌你自己知道吗没有没有不知道请问你一下你曾经有过觉得很大压力的时候吗我到今天上台之前压力都很大是吗我觉得你到这一次已经放下压力了我觉得你现在已经相信我自己就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个信心你一出来的时候就让人家看见所以整个演出都想看进去没错奥利前面我看到你排舞的时候你跳到那边右手边最后一个我也比你吸引着虽然你不是前面的领舞者你在后面最右手边我也看到你哇你的力量真的很强啊你真的不得了啊但是要继续努力因为会员追上来的对不对是的老师谢谢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没声音了啊！那有你在，有你在，有你在。安哥，就这样，一定是你，肯定是全哲的。天，你可别搞了，真的，我说实话，我看哪有粉丝呢？좀떨어졌어요이팀은그냥바로데뷔해도될것같아요大家好我们是 GG 棒大家好我是猪猪侠奥利猪猪侠猪猪侠谁是超人侠大家好我是超人强东城很像很像 Hello 大家好我是波比郭店家波比啊，这棒棒糖那个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呆呆林展硕。小呆呆。小猫咪。我带猫耳朵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梁诗玉。我觉得梁思玉是超人强 ，DC 是迷糊老师。이팀은그냥바로데뷔해도될것같아요근데결론적으로저는신이나지않았습니다이제한명한명얘기하자면빠빠如果你编排的舞配合得到，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看的。很有突破性的表演，但是在舞蹈上面的编排，我觉得不是我想象的那一种。一般像这种竞技类的舞台，其实选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想好我可不可以把握得好这首歌，这个很重要。你们人也比较少，然后。就会好不好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如果自己觉得我只是想要突破，我只是想要弄点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最好不要。如果你觉得你这个突破是有把握的，我觉得是可行可去做的。我是觉得你们付出了很多，但我觉得可能对于三公来说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已经到台了，然后包括今天来现场的观众，很多人应该也等了很久很久了，然后他们肯定希望看到你们更好的样子。多妖艳啊你们！虚伪的妖艳装扮，可以不？炸不炸？炸！不是，主要是你强，你们队友就那样。天哪！哦，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呀？来亲一口。真的很帅。OK， 小猫，很猛，很猛。李全哲，最差的一次。我看你们三，我都有一种来不及的感觉。戏路太差了，太差了，就是我老占据了很大很大一个原因，然后让你们看起来特别的拉垮。太明显了，就是。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刚开始的时候还挺有氛围的，开头很重要，结尾也很重要。但是我根本就看不到结尾，关键是现在，我不想看到结尾，就是已经看不进去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脑子里边，两位，累。他俩日常斗嘴，小两口吵架挺累的。陈信浩是属于那种，林俊来说十句话，他一句话都不会回他。然后你闭嘴吧，就感觉他一直在输出你。你看他全身都是油在飘的，然后其实像是这样。陈信浩就说，每次我不说话，你就在那啵讲，然后就这样，就他就模仿林俊来，然后林俊来说你模仿我，那就在就开始吵，然后。我过去，我插话，让你来说不，你说的也不对，他说的也不对，但是爱和你没关系哈，没关系宝宝，然后就开始骂陈信浩，然后我就在旁边，等一下，等一下，我说本来就挺累的，你们俩天天吵架有没有意思呀？我觉得陈信浩音乐有进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那你们给小明哥学英语吗？我觉得整体是 OK 的，然后。唯一缺的可能就是推起来的东西吧，你们得有一个怕能够把它推起来。哦，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们卖腐卖得太严重。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突然来了三对，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但如果只是 pose 的话，我就还好。但是你们互动了，我觉得一下还行，我感觉有一点点多。然后后面又来了一遍，这个东西呢，你放在舞台里面有一帕，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这个东西要有尺度的，你要把握好的。你们如果特别多的话，你们觉得一群男生在上面这个样子合适吗？东城，藏得挺好，很聪明，你们知道，要好好藏，但是
你还是会有自己爬出来的，对不对？嗯嗯嗯。你的 gesture 但凡出来，我就一定尴尬。